hand glass 這些全部自己 hand blowing 的。今天 flea market 不過 很大雨，我都有啲擔心係冇乜人，但係好似而家又有多啲人嚟 ，OK 啦，成日都係估都唔估唔到嘅。耶！今日咧就因為太多人要求，想學下暖嘢，咁啊今日開檔咧就係教大家點樣挑下褲同啊補下衫，咁即係小朋友好勇於問嘢，咁我就自己夠膽做。應該係日本嚟，好多人嚟呢度，應該想傾偈。同兩個女啦，即等佢有機會可以去試下賣嘢，因為試下賣嘢呢個經驗好咯，我覺得。